大家好。嗨。你好。加油，过去打个招呼呗。我去倒杯水。那我跟加油一块去。哎，好。加油，我给你倒水去了，一会儿就来啊。英姐，怎么就你们这几个人来啊？啊，我听说王总裁最近新认了一个女儿，叫慧怡，她来了吗？那不是我爸爸新认的女儿，她本来就是我的亲妹妹。今天啊，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她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没让她来。哎呦，真不巧，我们几个啊还特别好奇，说一直想要见嘉佑的姐姐，你看今天没来，真遗憾。哎，你下次一定要把她带过来啊！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姐姐了，赶紧见见。好啊，那这样吧，我想想，等这几天我不忙了。然后我就约大家一起出去玩，到时候我再把慧怡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好啊。请喝水，请喝水。加油，你不叫我吗？阿姨来了。你不是来买书的吗？快。请问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？哦，四王四妾让我们来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也是王氏企业花钱请过来买书的？不是，我们是真的不是吗？真的不是。林姐，我去看看加油，快去！好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，我们知道他要办签售会，我们心里头很高兴，就想帮帮他，又怕他不愿意，所以就弄了些记者，给他写一写，拍拍照，扩大扩大影响力。我又做错了吗？我们也是好意啊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嘉佑这孩子从小自尊心就强，他要是知道你们拿钱帮他办的这个签售会，他心里肯定很不舒服，难怪跑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听着啊，这个签售会呢，继续会继续的。那个作者呢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，这有签过的书，你们两个先买啊。回去吧。加油，加油！你等等我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你别跑，加油！你等等我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别跑了，你再跑又不认我这大哥。大哥，为什么这么侮辱我？为什么侮辱我？为什么？加油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，我没有要侮辱你的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个王少华，那个王少华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别激动，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听大哥慢慢的解释给你听好吗？加油！从那天你跟我说过你要出书以后，我特别的开心，所以我就回去跟爸爸说了，爸爸也很高兴。我们今天是来给你捧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捧场？所以呢？所以你们就请来记者，请来了假读者是吗？这是给我捧场吗？这是侮辱我！嘉佑，我们怎么会侮辱你呢？你冷静下来，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我承认，这都是大哥的错，这大哥一个人的主意，是我找来那些记者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那些读者真的是。
什么破店，真难吃，恶心死了！哎呀，这我怎么会知道这儿难吃啊？这广告上说的嘛，你知道广告上都把这些都夸张，哎呀，都把它放大了。广告什么广告？你就信广告的，所以你老上当，你老吃亏。哎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哎，要不我带你去别的地方好吃的？我才不去呢！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说你乱花钱，乱买东西，你还带着我。哎，别介，别介，我手机呢？没拿你手机啊？那肯定是落在餐馆了。安静，哎，我去拿吧。哎，我去吧。你又乱花钱。哎，哎。你说这女孩真是麻烦啊！啊，一会儿又不能吃甜的，一会儿又嫌这东西难吃。嗯，真是麻烦。阿跑。你们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看什么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上次项链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没事吧？我谢了他，丁丁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不疼啊？啊？疼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萱萱，小弟，你们是病人家属吧？是。他们伤得很严重，我们已经给他做过检查了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要休息一段时间。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护士。谁下手那么狠呢？把这两个孩子打成这个样。萱萱，萱萱，萱萱，丁丁，丁丁，丁丁，你怎么样？丁丁，萱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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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都已经伤成这样了，疼死我了！你这么大劲儿，你是要疼死我啊？把眼睁开，睁开，睁开！萱萱，萱萱呢？在呢。啊，萱萱，没好，赶紧给我躺下。萱萱，萱萱，啊，萱萱。萱萱，如果萱萱出了什么事，我也不要活了。丁丁，萱萱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疼吗？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我，你已经拼命保护我了。可是如果不是我。
你就不会伤成这个样子。萱萱，爸爸在这儿呢。嗯，爸爸。萱萱。萱萱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萱萱，怎么伤成这样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不，萱萱和丁丁让人打了。让人打了？让谁打了？怎么连女孩都打呀？丁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阿喜，你不知道那群人打我们打得有多惨。可怜萱萱，一个女孩子家的，为了救我，和他们一起打，所以她才会被伤成这样。你一直都说要保护我呢，你还说你这个厉害那个厉害，其实你还是挺没用的。萱萱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以后出现什么情况，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边，守护你，关心你。算了吧，还是我保护你吧。好，你们两个呀，怎么说你们？看到你们俩伤成这样，我心里好难受啊。可是你们俩说的这些话，这些人实在是，怎么能对这样的孩子下这种狠手？是啊，这些人下手太狠了。肯定是丁丁的朋友阿宝，我去找姑姑。准备去医院了吧？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检查吧。做完检查呀，我也就放心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安迪，谢谢你。谢我干嘛呀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呀。哎，你妈。伯母，你吓到我了。戏演的真好啊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好了，别在这儿给我装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啊，故意让陈玉去的。怎么，怕我虐待他呀？不是，那每次都是我陪他们两父子去，我也会累的嘛。让陈玉姐陪他们去一次，我可以偷个懒。而且我真的受不了医院那个药水味儿，太冲了。说的也是，医院里那个药水味儿我也受不了。高兴啦？你的目的达到了？还是你最懂我。来来来，好，回来了。妈，妈，
飞机，我让你把私人飞机开来，带着我走，给我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。他不，少华，你不能听他的，绝对不能让这个恶贼离开。你住嘴！再说我就先杀了你。陈安，别伤害我奶奶。陈安，你冷静一点。你想想陈玉，他这么爱少康，你挟持少康的妈妈，你有没有为他想过？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女儿已经跟我不一心了，我现在已经不认他了。赶紧按照我的话去办，要不然我先杀了他，然后和你一起同归于尽。林青，爸，奶奶他。陈万丽，你做所有的事情不都是冲着我来吗？我答应你，我答应给你派私人飞机。你放开我妈，我来跟她交换。什么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好啊，你要过来换你妈，可以呀，有你我就更放心了。来呀，来吧，过来吧。啊，爸，我不让你去。你奶奶是我们最亲的人。少华，别管我，妈都几十岁的人了，你别管我。妈，这个家不能没你。不要过来！来吧，少华，别！佳佑，佳佑，别过来！你把奶奶放了，我给你做人质，行吗？佳佑，这，你救我奶奶！奶奶听到你叫我一声奶奶，奶奶真的很高兴。奶奶对不起你，奶奶今天去自己去死，别管我。奶奶，别管我，加油，你要开，别管我。奶奶，别管我。啊！哎，奶奶，奶奶，不好，站住！再过来，我可就要杀他了。王少华，赶快给我准备飞机！你要是再不跟着我的话去做的话，我可就要动手了。我杀一个够本儿，还有你的老妈。哼，我要叫你断子绝孙，我可是没有耐心了。嗯，你做不。
女儿断绝父女关系。阿米，这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爸也是为了我，才和王家闹成这样。说到底了，我才是罪魁祸首。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啊！陈玉，陈玉，这一刀让一切都结束了。陈玉，哎，陈玉，陈玉。陈玉，陈玉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不是，别动！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姑姑，陈万丽在这儿。把陈万丽抓走。阿嫂，我去叫救护车。
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这怎么会是圆满的结局？你怎么那么傻？怎么会是圆满的结局？你不会有事儿的。只有我死了，我爸才会忏悔。少爷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你不能离开我。陈玉，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来了。好，快送去医院去。陈玉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少康，你一定要和林薇好好的，在一起。陈玉，陈玉。陈玉姐，陈玉姐，陈玉。阿米，别伤心。奶奶，没事吧？加油，奶奶。对不起，加油，加油！快起来！加油，我的好孙子，我的好孙子！刚才那么冲动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万一你受了伤了怎么办？
我疼。来到王家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吧？谢谢阿姨。只是，只是什么呀？只是王家上上下下都对我很好，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到家庭的温暖，兄弟姐妹也非常爱护我。我担心他们。你担心在王家待不长是吧？不会的，傻姑娘。我担心他们去做亲子鉴定，那这样我就会被赶出王家。这个我早就替你想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带你去做的这个胎记是独一无二，绝无仅有。他们只要看到你的这个胎记，没有任何人会怀疑。阿姨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，这个胎记是不是晶晶？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再和晶晶见面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阿姨，其实我也怕，我上次在路上撞到晶晶，她把我叫住，我当时真的很慌乱。你慌什么呀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现在就是王慧怡，你知道吗？以后就算碰到晶晶，一定不能走漏半点风声，特别是胎记的事情，否则你就会被赶出王家，你就从一只金凤凰变成了一只黑乌鸦了。我明白了，明白就好。高远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进到王氏企业以后，就立刻进到财务部。财务部门？嗯，我对财务一窍不通，我只对业务感兴趣啊。什么叫感兴趣？什么叫没兴趣啊？你只要听我的，你一定要进到财务部。只要你进到财务部，我会一步一步地教你怎么做的。我知道了。我能把你送到天堂，我就能给你拉到地狱。你放心吧，这个秘密我会帮你保守的。这件事情除了你跟我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喂，英杰，我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二婶死了？
孩子以前都没错，都是你的错。都怪我，哎，都是我的错。奶奶，也别都怪爸爸，我觉得也是我小时候脾气太拗了。我总认为我爸爸看不起我们家穷，所以才有这么多误会。怎么能怪你呢？他是大人，你是孩子，大人本来就应该让着孩子。妈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有了孙子就忘了儿子了。哎，说的什么话？你们两个在妈心里啊，永远都是孩子。